你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平时坐国际的航班人还挺多的。全都看，谢谢。每天下饭。好，谢谢。你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那确实不是。咱们国家地大物博，我几乎走遍了全国，还有很多美食没吃过。但是给大家寻找美食的季节来，我知道你们看腻了，我也拍腻了。上次发了一条视频，你们说让我出国瞧瞧，我还真没出过国，外边啥样我也不知道。所以，中亚五国第一站，我来到了哈萨克。阿拉木图。